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 小子们，大哥，嘿，飞龙啊，这是我表叔，他叫高金山，想找份差事。哦，黄老板，请您多提吧。嗯，现在民防队队长的缺不是空着吗？你要是能活动得来，对于我们的工作大有帮助啊。对。 这么一来，我们不是又多了一条可靠的内线了吗？是啊，这件事要警察局局长才能决定。哼，就凭你不给你面子吗？好吧，明天我到警察局去一趟。哎，黄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啊！哼哼，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这个局长是怎么当的？黄爷，你哎，成不成在你，其他的事我负责。哎，后天是我姐夫生日，我去拜寿，顺便把这件事情交代一下，嗯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那就好办了。 怀疑黄飞龙利用参谋长的关系，在这儿开赌贩毒。贩毒？何局长，你也应该听说过吧？不过你要保守秘密。是。下下下下。 来了。
梁家伙，媚娘，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下人们不知深浅，还请这位大哥包涵。你是？姓林明镜。哦，你就是铁浪子，久仰大名。不敢当。林大哥，请到里边喝杯水酒，请。
大哥怎么有空跑到这种小地方来？我是专程来拜访你的。大哥真会说笑话。不是笑话。哦，那大哥有什么事呢？向你打听一个人。谁？张福全。 这个人半个月前在你的赌场里输了8000块大洋。喂，林大哥，赌场的输赢是难免的呀。他不但输了钱，还赔了一条命。听说他输了老本，一时想不开，跳河自杀了。腹中无水，全身带伤，怎么算是投河自尽的呢？ 可是县里的侦缉队也判定他是投河自尽的。哼！不管怎么样，张福全的死，你总该给我个交代。林大哥，他可不是死在我们这儿的。有谁知道？好，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我就告退了。不过这件事我既然管上了手，没有结论。 办了2天，你都不来看我。我有事要办。不都已经办好了吗？还有一段距离。大彪，我爱你，才听你的安排，跟黄飞龙在一起。可是，你都不管我，也不关心我。 这样下去，我实在受不了。媚娘，我的目的是要把黄飞龙的财产全部都给抢回来。可是现在又来了个铁浪子，我们的计划恐怕……铁浪子？难道他也想抢黄飞龙的赌场？表面上是为了张福全的事，其实也是黑吃黑。 所以我怕什么？把他干掉！大彪，我不希望这样下去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愿意。媚娘，绝不能够前功尽弃。为了我们的前途，你一定要忍耐下去。大彪。 什么？五加皮啊，是是。掌柜的，五加皮一瓶。哦。哎呀，别出声。
小心露了马脚，要不然当心你的脑袋。藏起来。走。没事，我走了。走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收拾一个人都收拾不了，还有脸回来见我吗？大哥，铁浪子这小子身手真厉害，我一飞刀，他就拿小宋做挡箭牌，我看只有你能制服他。哎呀，我是不能露面的。那怎么办？我看干脆叫高金山把他抓来算了。不行，我们非但不能抓他，而且还要拉拢他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利用黄飞龙对付铁浪子，这不是更省事吗？对呀、这叫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报告队长，一刀毙命，
好，抬下去。是。真的不认识这个人。嗯。林静，不要在我面前打马虎眼，我这个侦缉队长可不是白干的。张福全的父亲曾经救过你的命，你为了感恩图报，所以来追查他的死因，对不对？你一来就去满堂红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是吗？你是不是哑巴？铁浪子，你要弄清楚，姓宋的死，你的嫌疑最大，我有权把你关起来。哼。耳闻高队长的声誉不错，想必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吧？哼，你总算开口了。告诉你，这儿是讲王法的地方，不许你胡来。哼，那高队长就允许别人胡来吗？嗯，这什么话？张福全落水之前全身受伤，而高队长却断定他为投河自尽，只怕令人难服啊。林杰，为人一向清高，我只是等待时机。哼，你可别坏了我的大计。大计？你回来了。飞龙啊，这么晚到哪儿去了？办事去了。办事？这么晚有什么事好办？我警告你，行为给我检点一点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出去了几天，赌场就出事了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嘛。铁浪子已经出来了。啊？他出狱了？说是为了张福全的事，其实啊，好像另有企图。难道说他看上了我的赌场？很有可能。你呀，就是疑心病重，人家跟你东奔西跑的还不谢我。我想睡了。哎，美玲。嗯。正经事要紧，小心铁浪子。我会对付他。侦缉队交代我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，给我滚！是。
我就不相信他有三头六臂。哎，大哥，我有个好办法对付他。嗯，什么办法？这件事要请梅娘帮忙。别耍黄飞龙那一套，要我应付铁浪子，我才不干呢。哼，梅娘，为了老大，我们再忍耐一次吧。只要你把铁浪子套住，五姨太就有机会。哎，梅娘，只要你缠住铁浪子，我就有机会干掉他。梅娘，虽然这种方法很委屈你，可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，只好再忍耐一次。Thank you.
的是不是武义泰？他被我追上高楼摔死了。对，刚才你想告诉我的事还没有讲呢。林大哥，我只是赌馆一个幌子，真正控制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哦，谁？黄飞龙。啊，原来真是他。难道侦缉队查不出他的罪状？他妹妹是张外长的姨太太，就算查到了也拿他没办法。那张福全是怎么死的？张福全发现赌中有诈，所以谁下的手？赌馆的保镖。不过这完全好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我要回赌馆去。你不怕黄飞龙对你下毒手？不怕。林大哥，为了你，我应该回赌馆去。为我？给你做内应。不，你不能为我冒险。不但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可是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如果我真的死在黄飞龙的手里，林大哥，你要替我报仇。姨太没有理由了，没有调查了，但是没有结果。高金蝉，你进来也不敲门。对不起，局长，我不知道你有客人。这个人是谁？他是黄飞龙保进来的民防队队长。黄飞龙？闹赌场的就是这家伙。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什么来找我的麻烦？我是专程为张福全而来的。说不是我干的你也不相信。你打算怎么样？哦，上！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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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
可不能开玩笑，你是谁？方铁军。哦，原来是夺命杀手。哎，久仰久仰，过奖过奖。5000块大洋，我可以替你除掉他。哦，5000？嗯，怎么样？我答应。可是我要先拿定洋。<笑>好，跟我来拿。买扇子，大爷。天气热，买把扇子凉快凉快。哎，大爷，你买把扇子吧。啊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黄飞龙请来追命杀手，以加害提出，切记加倍防范。金山祭祀。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追命杀手已经给黄飞龙买了。我们的事恐怕不大容易。真的？刚才有人告诉我。有人知道吗？有。谁？高金山。
林大哥，事情总是人办出来的，我不要你太担心嘛。找我有什么事？谈生意。什么生意？我要你杀一个人。哦，可以，我的代价很高哦。我可以出两万块。两万？谁？还没有决定，以后会告诉你的。不过我可不能久等。不会让你久等。好，十天为限，过时不候。哼，一言为定。怎么联络？满堂红赌场。哦，你这么狠心。哼，我待不下去了。哼，我真弄不懂，像这种场面到哪儿去找啊。哼，再混上个一年半载，少说有十万进账，可是你偏偏要走。飞龙，张福全那件事铁浪子已经全知道了。我才不怕他来找茬呢。我看你呀是猪油蒙了心，糊涂透顶，警察局的王局长也想抓你进牢里呢。谅他也不敢。哼，别以为你是参谋长的小舅子就可以横行霸道，参谋长的小舅子可多着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哼。哎，梅玲，我去接一批货，这儿啊待会儿再来啊。谁？黄铁军。
怎么来的？河边之约只剩三天了，你决定了没有杀谁？我正在找你。你刚才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发现？没有。快进来。请坐。怎么，是不是要我杀黄飞龙？不错。我告诉你，他是我的雇主，我不能够杀他。哼，够义气，我加你两万。嗯，你太小看我了。那你要多少？10万块。你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嘛。要我破例杀雇主，就不能跟一般相同。你以为真的杀黄飞龙啊？拼命要钱。这几年来，你跟黄飞龙联手捞进了不少的缺德钱。他一死，所有的财产归你一个人所有。嗯，10万块大洋还能算多吗？你弄错了，不是杀黄飞龙，提铁浪子的人头来换银票。一样，先交钱后交人头。好，你先回去，银票随后送上。说你的脑袋非常的值钱，今天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洋，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总该了解我的意思吧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追命杀手。嗯，不错，想借借你的人头。你有把握？哼，Hey!
铁浪子呢？跑掉了。高金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。哦，关于他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，随时可以呈报上去。依我看，高金山其实是和黄飞龙他们联手对付铁浪子。黄大爷回来了。黄大爷，谢谢黄大爷。黄大爷，黄大爷，黄大爷，这个是样品，待会儿到码头接货的时候不要忘了检查一下。那是慢着，千万要小心啊。是，走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张福全是谁杀死的？说。同样不会放过我。如果你说实话，我就放你一马。算数，算数吧。铁浪子说话一向算数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们发现我们老大走私贩毒的秘密，所以派我把他打死，再丢在河里头。你们贩的是什么毒品？飞龙走私贩毒的证据。我早就怀疑是他们干的，这事一定要严办。
梅娘是一个幌子，真正的歹徒是黄飞龙。哦，那好，只要县长手令一到，我们马上采取行动，还要请你助一臂之力。好，一定。不要追了，一定是黄飞龙的爪牙，看来他已经盯上你了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的计划要改变了。为什么？我跟梅娘的事给黄飞龙知道了。哎，不要紧，现在杜军方面已经派人来调查黄飞龙的秘密，我们可以对付他。好，你马上去告诉梅娘。好。你有什么主意？既然这儿不能待下去，那就照金山的意思变卖产业，另闯天下。我今天在这儿能吃得开，这番基业不是一天造成的。你舍不得，那你留下来好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好吧，我现在去找人收买赌场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尽快。大彪还有什么说的？他怕铁浪子缠着你不放。铁浪子，梅娘，嗯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高队长已经答应跟我联手对付黄飞龙。真的？只要除掉黄飞龙，我就带你远走高飞。怎么了，靖哥哥？你还是不要跟他们斗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担心你。哦，别怕，我铁浪子死不了的。那我要你明天就带我走。明天我把一切准备好，你半夜三点钟来接我，好吗？好。
山探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糟了，一定是走漏了消息。现在铁浪子也被杀了。啊！哦，他们下令逮捕我。是的，老大，嗯，我们赶快想办法离开这儿。去了。大哥，我待不下去了，请你带我一起走吧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我连妆都改了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这未免太无情了吧？那，谁谁谁，你，高金山，你找死啊你！黄飞龙，我告诉你，我走不了，你也走不了。哎哎哎！哎，去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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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Oh.